可是我没办法。我是来加油。我没办法。转出来多一张。可是我没办法。那你要转吗？不转就还爸爸。没，你把它转完。把它转完。小，你要做什么？小妹妹，你过来爸爸这边看。快，你把它转完，你快转完了。快转完。你看白色，这里是红色，这里是橘色，这里是黄色，这里是绿色，这里是蓝色。把白色的转在一起啊。没办法转在一起。要这些卷，我算好了，我算好了。这有四格，不是有五格了。五格把这两七个加上，我算就好了。不过，别打，算一二三四，是四个。快点。我只剩四个了。你会转吗？红色回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两个不能打开，所以会有些一排一排，还有一排。那我就把它换一，我是觉得我 OK 的，不过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转红色的就好了。对，一二三四，不好，这样子。一二三四。你再转一个红色的上去。你不要打烂我，我不要打烂我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你剩一个而已。然后这边好像有红纹，没办法吧？先把这个往上看。
架也没有，水就是带着架，直接。金山屿港边的海鲜餐厅，这里设置的微微子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样吧。这里一排没有猴子。才好办好了，我才越开越。强调从头开始，但是天地的小蜜蜂根本没有生命。就这样，一失败，好吧，也是一样。好啊。最后，阿童侍奉天元，拉回来。我好像要把那个肉墩拉力转回来了。前面，所以做是有点变不出来，不好。他问我试试看。试试看呢、啊？这里有白色，但是可以转白色。转红色的，一次转一次转的颜色就好了。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，两边就是回来的，把这个。我看转出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厉害厉害，你还是有点卡，然后都是靠运气转出来的。对，如果有要多想一个步骤，你应该就转不出来了。那继续转白色的吧。先吃了红来，再转白色的。